好，欢迎收看行家论股，我是荣玉婷。森德 Cytex 截至1月底2020财年第二季净赚按年上扬 32.18%， 制造业销售走高，加上产业发展路障迅速，带动当季营业额年增 19.28%。 该公司首半财年核心净利年涨 37.2%， 符合预测，分别达到达证券与市场全年预期的 45% 与 47%， 因此维持盈利预测。2019冠状病毒病当前，管理层会专注通过美国亚利桑那的厂房及子公司奈木制逮捕起的加工业务，争取美国拉什摩市场市占率。产业方面，森德将聚焦需求热烈的可负担房屋，并会积极累积地库拓展新版图。行家重申买入评级，维持12令吉50仙的目标价。